好，北京的 off season 的新人赛，Acrax vs Chanel。Acrax 使用是那个克劳德，然后 Chanel 使用是史蒂夫。好，这个是新人。我知道 Chanel 使用罗伊关燕，但这次使用的是就是史蒂夫。这个他说史蒂夫玩的比较好玩，就是那可以啊。其实他的设计是完全是好玩，对。但问题是，他如果想击杀特化这个击杀或者特化胜利的话，他没必要有意思的功能，就直接用就是挖块，然后就是寒币上 T 通后就差不多这里这样的动作的就差不多了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但是看看新人来说，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比赛会出来的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好，现在 Acrax 的对这个寒币就是 Chanel 有点四才准备也不行，然后他的寒币没成功的话还是估计比较麻烦了，对。然后 Acrax 红 A 啊，对，然后现在已经 Chanel 是一条命，这个48，然后嘛也有铁，三个铁终于拿了武器，然后寒冰上提红红，然后好，没有，拜拜。好了，1-0 Acrax。啊，就要录。好，现在是Chanel 改了自己的嘛，算是 main 吧，对。对，还是他也感受到，就是史蒂夫当然是很强的角色，但是他是不会特别特别带来新手很好的结果。中级水平的史蒂夫和刚刚高级的那个水平的史蒂夫来说，可能比其他的角色容易胜利一点，对。好，现在哇，这个 Grox 的 chance 嘛是非常漂亮的。好，现在这要来了，韩币粉丝收下。好，现在 Chanel， 差点粉丝收下，已经这个有点 OK， 左边。好，现在红火没成功，不能，可以回来吗？可以，有 limit 啊！这个有点，这个是史蒂夫的，史蒂夫的后一中吗？好，现在对，现在其实 Chanel 也是慢慢进化中，他也是好像学习了一些，就是攻击的时间要改的，对。算是学习了后手的阶段，但是这个是实战，所以马上会发挥吧，不行。好， Acrax 非常漂亮的上 smash 两次，主要就击杀不了，但是漂亮，空前双点，限界规律没事吗？不会，这个是不是 Chrome？这个漂亮，非常漂亮，现在但是最后打石头错了，刚刚已经非常漂亮的一个毒掉后手完全是成功，但是结果现在 Acrax 现在开始处理了 Acrax 是不是 JB6 是不是他有点着急了，三次 chance smash， 好了，
好，恭喜2-0，